吴磊难道是阴痴？连他自己在24小时上也是这样说道。我是个演员来的，阿姐，我不会唱歌的。现在我们就实力搜证吴磊的真实音乐水平，先搬童子功。光漫过，一手撑起家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作为小小领唱的吴磊，真是萌萌哒。再来说主题曲《A Cool》。我在那时下雨天，像座桥，挂云霄，五彩缤纷多闪耀，光光亮堂堂，一团火球挂天上。啊天哪，耳朵都要怀孕了。弹起吉他的磊磊也是镇住我全场。至于现场栀子花开演唱呢，其实是那天吴磊抱恙录制节目，又处于变声期，找音的确会很困难了。如果小伙伴们还想对吴磊了解更多，可以关注中国蓝 TV 微信微博，或者扫扫二维码下载客户端。下期节目再见吧。